这为今后落实一设施互联网治理的原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外，我们在历次 IGF 的活动中看到互联网在多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影响越来越深刻。特别是这次会议上，我们看到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互联网发挥了积极的正面的作用。这次会议上 IG 的代表告诉我们这个情景，在中国同样也是这样，互联网在今年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不仅是网民一年可以增加到6000万到7000万人数，而且中国互联网产业今年的增长仍然会保持在2位数字的增长率。由于互联网的影响和作用和它增长的势头，我们认为互联网的治理是非常重要的议题。IGF 在促进互联网的发展和探讨互联网的有效治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有益的作用。我们在参加历次论坛当中获得了很多启发和经验，但是我们认为今后互联网 IGF 要继续办下去，应该有更多的可见的实际的效果。为此我们有以下3点建议。第一点，应该更加集中在跨国的互联网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主要问题放在更高的优先位置，例如关键资源管理、跨国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等问题。对这些问题应该组织专家工作组，与多利益相关方充分讨论，在共识